点赞和订阅爱你想哟。大家好，嘿，基尼达基尼，朋友们，基尼到了丹麦的乐高酒店喽。乍听说里面有用乐高装饰的各种的很棒的房间，朋友们也很好奇吧？那么和基尼一起开开心心的出发吧 ，Go Go Go！天哪，那些都是乐高！朋友们，你们看，这些都是用乐高叠的哦。这个好像是大龙龙。天哪，你好，大龙，你的鼻孔真大哟。它有舌头哦，还有胳膊。哇，好像这大龙在保护这个家。哦，朋友们看看，这个还有蛇，用乐高做的蛇。这里也有乐高。你好，叔叔，初次见面，我是来自韩国的基尼友。这里有一位打篮球的朋友。咱现在朋友们，基尼看完了大厅了，终于向乐高朋友们的房间一起出发吧。哦，是乐高朋友们，你好。好像从这儿都是朋友们房间。天哪，墙壁上这样有朋友们照片的相框呢。找到了，朋友们，基尼来住的房间就是408号房间，一起去看看吧。扑通扑通，咻。哇，太美了，天哪， pink pink 房间。天哪，朋友们，你们看，乐高朋友们都在墙壁上的相框里呢。这是哪儿呢？是朋友们村子，好像是村子的地图。一起有个化妆台，看看这个。椅子也是积木哟，朋友们。天哪，呀呀，在这儿漂亮的化妆哦。哦哦，化妆是可以的吗？这里也有，我看看的朋友们，把手也都这样用乐高固定的。哦哦，这是什么？这是乐高积木呢？不会吧，不会吧，这个是，哇，有很多积木，好像让我们拿这个玩呢，所以在这儿的吧。好好，首先这是，等一会儿再来玩。继续看看房间吧，朋友们。哇，还有这样的，是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朋友们？好像是可以打开的。什么？哦，啊，是张床啊。朋友们，你们看，这个变身为床，那下面呢？哇，天哪，也能变成床，不过怎么上去呢？朋友们，这是怎么能上去？哦，什么呀，应该有能上去的东西吧，因为基尼腿长，所以可以嘿哟的上去，但是还是找吧。哇，还有乐高做的小狗和猫咪。哇，这是那个乐高积木，跟那个一样的。天哪，这里还有把梳子呢，朋友们，因为这里有镜子，所以这样还有个梳子呢。小冰箱，小冰箱没有东西。小冰箱只有杯子。好的，那么基尼刚刚拿过的这些乐高来一起玩一玩吧。好好哦，好开心。哇，家坐在这里，打开呀。好的，嗯，很多。基尼来
做一个很帅的这种样子的乐高吧。好的，朋友们，你们看见你都做好了呢。飞机飞机飞起来，咻呀！哦，事务大师，喂，你好。大师，我在乐高酒店呢。什么？乐高欢迎人，这朋友们也在乐高酒店。哦，那么我马上去看吧。朋友们，欢迎人，这朋友们也在乐高酒店呢，和经理一起去吧。好的，要跟欢迎人，这朋友们玩喽。好像哇哦哦，大师，您刚刚给我打电话了吗？是在这儿打的呀。听说忍者朋友们的房间是512号呢。512号。哦，到了。朋友们，我来了，是基尼。怎么没有动静呢？哇，天哪，天哪，天哪！朋友们，你们看，欢迎人这房间。哇哇，还有把长剑，实在太美了。哇，看枕头，朋友们，天哪，忍者好像枕这样的枕头睡哦。啊，我也是忍者。我们枕这样的枕头睡。哇，看看这个，还有个宝石样子的照明。哇，鹦鹉，还有只鹦鹉呢。哇，这是什么？哇，这个是那个，朋友们，这个这样移动小球然后射门的。天哪，太好玩了。哇哦！来到欢迎人家房间，这样有小礼物送。是的。你好，你好。哇，这是什么？这个好像是大龙的蛋哦，是不是长得像恐龙蛋呢？哇！天哪，太好了！这里是双层床，这里也有积木。哦，朋友们，你们看，是只长毛，长毛，棒！这些都很配忍者包，你也灯一闪一闪，一闪一闪，太好了！哦，看地上是忍者城的地图吗？什么呢？是吧，朋友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金妮很喜欢这个床。哇，朋友们，欢迎忍者呢！好好练习武术之后，击退坏蛋加满度之后呢，回家累了，就在这这样睡觉，枕着这个枕头。哎呦，哎呦，哎呦！忍者不会被别人发现睡觉的样子，因为是忍者。不行。哦，对了，我是来见忍者朋友们的吉尼。不行了，朋友们，要看看外面有没有忍者朋友们。吉尼，出去找找忍者朋友们吧。拜拜。在今天吉尼来到丹麦的乐高酒店的朋友们房间和欢迎忍者房间玩了玩，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好玩吗？那么吉尼下次在更有意思的地方回来哟，拜拜！要要要，耶！